哎呀，还得是豪哥亲自出马呀！降妖除魔本就是我该做的，孙掌柜受惊了。敢问豪哥，不知此妖为何苦苦纠缠于我呀？这个呢，难说了。不过呢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哎。 你有没有做过亏心事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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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。哎，孙掌柜，体面，那我就收下。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帮孙掌柜沐浴更衣，冲冲晦气。是。嗯，那豪哥慢走啊。哎，啊，妖怪暂时不会再来了，家里发生事情早一点找我。啊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教主，我清楚了。教主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，师兄？你再背我一会儿吧。你看师傅给我打的。哎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师傅，你下手越来越狠了。做事情就要专业嘛。
比我新鲜吗？当然新鲜了，你尝尝。这么难吃。哎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哎呦，镇长，罗老爷，雅庆啊，啊，浩文啊，小英啊，爹。走吧。再等会儿嘛。天地正气，万法归宗，听水为镜，灵符命神，降妖除魔，不还真身，魑魅魍魉，顿悟即行。听，各位。五把短剑镇乾坤，保佑百年无冤魂，十里方圆妖尘去，消灾避祸无妄人。那乡亲们，玉清有命，下告三元，法事完毕。以后你们家中只要有大小事，都可以来找我豪哥。求生文才，冯图，好，好。哎，师傅。我刚才听人说咱们这个村里有情况。哎，豪哥，哎，豪哥，豪哥，哎，钱老板，哎，什么风啊这是？哎呦呵，给你都吹来了。二位高徒，这不家里出事儿了吗？来，要不然怎么求你们了？嗨，我听说你平日没少跟我师父作对，还管他叫什么神棍豪，你听听，像话不像话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，这忙啊帮不了，帮不了。哎，二位高徒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嘛。不过这个事儿呢倒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这除了我们师傅，还真没人帮得了你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师傅，他真的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。他为了帮助村子里那些没有爹妈的孩子，师傅花光了最后一分钱。我们只能是舍得来捡。我今天真的实在没在这儿。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啊。师傅，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呢。他人呢？门口候着呢。师傅，我这得办多少回妖怪才能挣这么多钱呢？师弟，师傅说的对啊，这人心要是变了，那就真的变成行尸走肉了。眼看着同镇的百姓受苦，可就是不为所动。我看你是找打了。小生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哦，我送给小英的生日礼物。给我。给我。钱老板的。哎，哎呀，我的表啊！
这块怀表是不是你的？不是，是一位住店的客人落下的。我看着是块西洋表，所以啊就留下了。他人还在吗？客栈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哪里还有客人呢？去客栈。 这是我儿媳妇，前几天染病死了，昨天刚下了葬，今天就回来了。你说她是有什么心愿未了，还是怎么呢？生前我也没亏待过她呀。客人的记录呢？住在二楼西厢的那个，不知道啊。你说你能干点什么你？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标志？没有。文才，师傅，今晚我派两个徒弟在这守夜。哎，今晚你们待在这里，机灵点。是，师傅。 师兄，师兄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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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神棍豪当徒弟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他是冲着咱们家的钱来的，找了那么个废物，让你爹的老脸往哪儿放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你敢？告诉你啊，不许你再跟他见面。爹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你怎么才来啊？这不，给你摘花去了。你想我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刚才你爹……你都听见了？你别听他瞎说，他那都是气话。我的事情，我自己能做主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连爱情都要用钱去买，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配得到你。但是，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你爹，我秋生。我爹来了，你快藏起来。小子怎么在这儿？
师傅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晚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前脚膝过来追我，看样子是中了蛊毒。师傅，真的有僵尸啊！小英被僵尸追，被我和佳爹赶跑了。你不是应该和文才在一起吗？文才，啊，你穿的是谁的衣服？钱老板呢？钱老板呢？没看见。这几天，这镇上出了这么多怪事儿，是不是从外面找个先生瞧瞧啊？哎，要不就让小豪做个法事？他不是去西山做法事了吗？有用吗？明天好了，九爷们，僵尸都跑到我家里来了，我看呢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不过镇长啊，前两天豪哥确实把我抓了一个影，是我亲眼所见。是一个白发老妖，豪哥略施法术就把他给弄死了。真的？客栈出事那天，我们确实请了豪哥，可当天晚上我家掌柜就……哎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镇上的安全。现在镇上到处都是僵尸的传闻，不能再出事了。可这话又说回来，我们镇上怎么会出了僵尸呢？钱家儿媳妇不是僵尸，是被人下了蛊。侯府恐怕也不是真的僵尸。我亲眼见到那僵尸青面獠牙，指甲足足有一尺之长，这身高哟……走开，走开，小心点。好，你说他们不是僵尸，那依你看，谁会下蛊害我们呢？不管你们信不信我，下蛊的事我会继续追查。哼，让他去查。师父，大晚上的，您为什么要来这儿啊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异样。师傅，你看，脚印儿。我检查一下坟地，你们两个沿着脚印去树林里面看看。师傅，我怕。你怕什么呀？脚印不见了！啊！怎么了？有死人！又是蛊虫！教主。若不是那沈光豪和他那徒弟从中作梗，我们早就……金矿的事先放一放，这次切莫再失手了。要是误了大事，我要了你的命。去哪儿？那个小英今天生日，我担心僵尸再去找小英闹出什么事来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哦，咱们一起去。哎，不用了，师傅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嗯，也对，带上文才。啊。何老爷，
们来做什么？今日令爱生辰，前来道个喜。镇上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哪有心思大肆操办呢？请回吧。今天是冲龙煞北，子午相克，恐有凶险不吉之兆，所以我带着两个徒弟来帮忙看一下。行了行了，别这个那个的了。今晚我有事出门，我已经请了镇上保安队的刘队长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爹，你就让他们几个留下吧，多个人也多个照应，我信得过好叔。要你多嘴。爹。嗯。好，就依你。哎呀，何老爷。哎呦，李老爷来了。哎呀，来见面。来了就是给我面子了，您看看还带什么礼物呀？来来来，咱这边讲。师兄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嗯，你是，你是，神棍豪。哎呀，我就奇了怪了啊！你说你们每天搞那个装神弄鬼的事儿，有什么用啊？看见没有？这是什么枪？哎，甭管什么妖魔鬼怪。咔一枪我就崩，嗯，晚上都给我老实点，别给我添麻烦，啊。文才，文才，文才，哪儿呢？师傅。
文采，文采，师傅，是幻术。这什么呀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秋生，我的女儿。你让我怎么跟你妈妈交代呀？
何老爷，住嘴！堂堂的保安队长，十几个人，几十条枪，连个人都给我看不住。把这个还我！啊，我何老爷，还有你，你不是法力高强吗？一直守在这儿，现在人呢？人呢？那天吧，我是发挥失常。这搁我平时，我梆一枪我就给他毙命了。我哎呀，都摊到我头上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。何老爷，他们抓走小英而不是当场下手，我想小英现在应该暂时是安全的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谁知道那东西他走了之后，他又回来了。那事情有了些眉目，我已经让秋生去查了。查到了，师傅。查到了，这个布袋只有元丰商行的伙计会有，可我去商行问过了，他们什么都不说，还把我赶出来了。元丰商行啊，孙掌柜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刘三，是他们把你打死的，把我的死。秋生，你吓死我！哎，说吧，刘三是谁？他是我店里的一个伙计。有一天，那个不长眼的东西竟然把我爹给我的金蝉打碎了。那可是我爹临闭眼的时候传给我的，我们孙家历代兴旺就靠那金蝉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让人把他打了一顿。没想到那些人下手没轻没重，对，打的是右脸。哦，对，出左脚，把他给打死了。这事儿真的不怪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他家住哪儿啊？西街最角落。好，文才，哎，你去通知刘队长。好，师傅，那我们呢？哎，功成修炼，闲碎作乱，唯有奇缘和解死难，白衣降临转危为安。功成修炼，闲碎作乱。
师傅。说，小英在哪儿？慌什么？都得死！师傅，我什么时候能拥有一把真正的桃木剑？这可是降妖除魔的宝剑，降妖啊，得凭真本事。师傅，当年那是有了新的线索，徒儿发誓一定查出真相。庚辰兴变，邪祟作乱，没有奇缘，可解此难。西山坟地僵尸作祟，扰乱苍统，无辜百姓接连遇害。师傅，僵尸！我奇元教与邪祟势不两立，我乃奇元教的圣旨。奇元教？奇元教什么教？师傅，苍童自古太平，可如今僵尸作祟，这里面必有熟悉法术之人暗中作乱。熟悉法术之人，僵尸一日不除，这镇上什么人啊，便一日不得安宁啊。是吗？师傅，起火了，要是换水。奇缘唯一就是人间，万象皆灭，奇缘常在。奇缘唯一就是人间，万象皆灭，奇缘常在。文才，罗盘给师傅。哎，师傅去哪儿？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咱不是有跟踪服吗？三条街还没跟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罗盘出问题了？师傅，怎么回事？师傅，
你刚刚明明在那儿吗？怎么突然在这儿出现了？我是不是中幻术了？啊，师傅，啊，不是，白衣夫人到底在哪儿啊？咱得赶紧找她呀，这绝对是幻术，我不相信。师傅，我真中幻术了。师傅，到底哪个是你啊？啊，你刚刚明明在这儿，我就给你到这儿，结果我发现那边有个泥王跑过去了，你怎么就在这儿啊？师傅，这是不是就传说中的鬼打墙啊？啊，师傅，你带我一块跑吧，我有点害怕。上主保佑我们家宅平安。上主保佑我们家宅平安。李婶，别拜了，他们都骗人的。你可别瞎说，前两天孙掌柜就是因为不信圣主才被僵尸抓走的，圣主是来帮我们抓僵尸的，你赶快走吧。圣主恕罪，圣主恕罪，圣主保佑，圣主保佑，圣主保佑。师傅，糯米买回来了。知道了。师傅，我在街上听李婶说孙掌柜也被僵尸抓了，跟踪符也不起作用，起源教到底想干什么？齐元教做的，可是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呀。让镇上的人变成他们的信徒，就是他们装神弄鬼的理由。老爷，隔壁有情况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刚才说装神弄鬼，不是你最拿手的吗？你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说我们呀？老爷，找到了。果然是你做的，我女儿在哪儿？小英不在我这里，证据就摆在这儿，你还想狡辩？走了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那这些东西怎么解释？这是我和我师兄平常信用的。镇上的戏我场场不落，你们唱的这是哪一出？哎，冷静冷静，大家冷静，你们想想，镇上哪次出事，不是小豪冲在最前面啊？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记起来了，难怪我们家两次出事儿，你们都在。陈国豪，你师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这次你还要多少钱？为了钱，你还要做出多少欺师灭祖的事情？我师父好心帮你，你却反咬一口。住嘴！把我女儿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是齐元教。给我砸！砸！大家冷静点，不要砸，不要砸呀！别打了，我催！冷静一下呀，有话好好说。Yeah!
说。我记得当年，我跟着师父降妖除魔，受人尊敬。我以为那份尊敬也属于我，但师父走后，我才发现那份光环是属于师父的，从来都没有我，我可能一辈子都成不了师父那样的人。这十几年没有做过什么，我跟着师父唯一学会的东西，却被自己亲手给毁了。我本是那个保护大家的人，现在却成了大家最讨厌的人。和你一起降妖除魔，挺威风的。文才，啊，我希望你别像师父这样，要做个有用的人。师兄，你坐。师傅，我来帮你吧。师傅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苗疆秘术，敏虫为骨，百虫入瓮，毒蛊使出，五毒侵魂，鹿活腾身，神识入念，可御凡身，水阴为镜，南虎入身，法技古玄，苍龙速成，治血为引，复于神，凡龙涅槃，可得仙身。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秋生，you
叔，浩叔，小英，浩哥，孙掌柜，救我呀，浩哥！教主。终于见面了，被村民唾弃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师父是被你害死的。他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难道不该死吗？只可惜他死得太容易了。你根本不配做人！我早就是个怪物。镇上的村民是你杀的，你要抓四种特殊命格的人。刘三被孙掌柜打得半死，是你救下了他，接着你利用他的复仇心理给他下了蛊。中蛊之后的刘三抓走小英，你知道小英是水阴之日所生，千家儿媳同样被蛊虫所控，去抓命属苦玄的文才，你又蛊惑百姓趁乱抓走命属难虎的孙掌柜。至于钱掌柜的死，为的是在镇上制造慌乱，而我就是苍龙，抓到我们几个重塑身躯，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。先抓到你们四个，再广收教众，大开金矿，一举两得，圣主英明。你以为你全都告诉他们，他们就会相信吗？我杀了你，他们以为这是在为民除害。你知道你们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？就是迷信。这一切啊，都要归功于你。现在只差你的徒弟文才，你们就等着一起献祭吧。是我，秋生，还有我呢。殴他！师兄，真是不住了。嘘，小队长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师父，怎么办呀？师父，我坚持不住了。哎！刚想去抓你，就送上门了。师父，师父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你们哪个小混蛋给我记得死扣啊！啊！疼死我了！啊！
救生！水淹为尽，难活复生。法纪吐玄，藏龙松身。赤血为引，复古于身。反龙涅槃，可得新生。小英，除魔的宝剑，想要啊，得凭真本事。哎，小豪，降妖除魔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
我的法力，我的法力怎么消失了？救他们有什么用？你救得了他们一时，却救不了他们一世。恐于未知，人之本性。我今天就让你去见你的师父。记号太难找了，我在这树林里边迷路了半天，我实在是没找着。我要不是看到啊这个光亮，那我就哎，师傅，豪哥，豪哥，师傅，师傅，照顾你们师傅，我去找大夫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浩叔，安彩，秋生，这是我钱箱的钥匙。里面有2876块大洋，你们拿出来办个新式学堂。好，师父，你们办新式学堂，让镇上的孩子好好念书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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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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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，再摇我真醒不过来了啊！乖。师傅，徒儿终于替您报仇了。师傅，你为什么要攒这么多钱？因为我一定要在镇上开一家新式学堂，让镇上的百姓不再迷信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浩哥，这几日啊，我真是冲昏了头啊！要不是你和二位高徒舍命相救，我们家小女恐怕就……哎。哎，小英啊！哎呦，快来谢过豪哥，啊！爹，你看，各位，吉时已到，秋生、万才，好，好，好！